再来再来，是要哪一组人？接下来是要介绍第八个团。第八个团呢？哦，这个名字呢很长。很长。很长，已经有人在鼓掌了。也许我说的是谎话。让我们恭喜36段回旋踢，恭喜！是由五个人组成的乐团，团长节奏吉他杨振章，主奏吉他施少天，主唱幻黎君，贝斯手林永嘉，鼓手黄少俊。欢迎36段回旋踢。欢迎录到这个时候难免有一点疲惫啊，但是看到他们就觉得精神又来。哎，综艺咖又来，综艺团又来了。对啊，偶像派，偶像派。哇，今天很棒，这一看就知道坐飞机来的嘛。对，头发超特别的。你们上个礼拜唱的是海绵宝宝。海绵宝宝就是他们，是大家已经在讨论很久了。是，那今天你们要唱哪一首歌呢？我们今天要唱的是就是这个大师葛兰的作品《说不出的快活》。葛兰啊，哇哦，你看我对对对，很聪明哎。听说你们这个出去的话大家都睡在一起啊，一个房间一睡在一起啊，这么乱哦？真的假的？没有乱，男生女生一起。对啊，有分床啊，同一天有分床啊。对啊，可是是男生就睡一个床，女生睡一个床，这样子。是因为省钱还是因为要培养感情？玩音乐都很穷困，你知道吗？是，对，很辛苦。就是一个那没有情侣吗？没有哎。哦，所以听说都是单身。都单身。所以呢，希望这个要真有。是。啊，要真有。其实他们真的就是自己就想说，他们就是一个综艺团。是。就是要搞笑的就对了，还蛮特别的。他们有唱到一半来跳台客舞，对，很棒啊。今天不知道又有什么新的东西。是的，我们来听这一首《说不出的快活》。欢迎36段回旋踢。心情，接着就是烦人的星期一，好多疑问盘旋心里，揣摩也理不清，说了也没有人会懂，讲了也没有人会听，会听，因为我是个神经病，我已经决定这三才搞定，其实当我的小拇指。你看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又怎么高兴过？这真的。你看我，其实我又怎么高兴过？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又怎么得意过？你可不必问我怎么高兴，怎么得意，怎么快活，到底为什么？就是你来问我，我也不想，我也不能，我也不会老实对你说。这叫全部。Jumbo, Ju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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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bo,
看我，其实我有这么在意过。你可不必问我怎么高兴，怎么在意，怎么快过，到底为什么？就是你来问我，我也不想，我也不能，我也不会老实对你说。扎扎扎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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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扎不，一定要我说，也不过模模糊糊。爱是别管我，也可以免得早也免得啰嗦，叫全部。模模糊糊迷迷糊糊叫全部，还是别管我，也可以免得遥远免得啰嗦叫全部。谢谢。我特别要点出来你们的编舞，还有在变调，在中间的做那个变调的处理，编得非常非常的成功。谢谢三十六段回旋踢带来的说不出的快活。是，这一首歌是向 Michael 致敬吗？顺便向 Michael 致敬。我们请孙悦叔叔有什么话？哎呀，很老实，今天说的台上台下打成一片。为了配合你们哈。那个，我首先我要跟三十六段回旋听讲，我大概有5年没有听到这么好的音乐跟这么好的表演。好嘞！你们整体的表现，从造型到表演，每一个乐手，你都恰如其分的露出你们该有的样子跟样貌。你们整体的氛围是，从表演到一半开始，我其实没有在听你们的音乐 pitch 准不准，或者是旋律好不好，我没有时间在等待，没有，我在看他们表演，等待老师在享受。唯一硬要讲的话，就是那个有的时候主唱哈，走到最前面的时候都不看我们，他一直在看镜头啊，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可是其他的部分，我觉得你们非常棒，我给你们很高的评价，加油！谢谢。小平老师要怎么？我这样，我一定是回去就大肆的宣传你们，然后在电视机前面守着你们，因为你们真的太可爱了，特别是你，吉他手，啊，很可爱。是，李树全老师。OK， 谁负责刚刚安排那个中间断下来的时候有一个三连音的鼓手处理的非常棒。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吗？对，非常棒。那刚刚你们设计的整个舞台设计是哪一位？武术指导是我们两个啊。我为你们特别特别掌声鼓励，真的。哇。OK， 我承认我被你们说服了。OK， 赞。谢谢老师为我们送命啊！恭喜你们啊！目前都是受到好评，来休息一下，好吧？谢谢三十六段回旋踢，谢谢。